嗨，朋友们，准备好在游乐园度过又一个美好的一天了吗？太棒了！但在我们开始玩之前，我们还有工作要做。摩天轮需要被组装起来，这些平台是需要连接到摩天轮的，我们还需要匹配它们的颜色。让我们先找到它们。我们已经有三个了，一个橙色的，一个蓝色的，一个棕色的。我们首先需要棕色的。推土机比利，你能帮助挖掘机艾德把它移动到位吗？真棒的团队合作。接下来我们要加上红色的，完美。接下来是什么颜色？紫色。我们必须先找到它。嘿，起重机查理，我想艾德在球场附近看到了一些东西。干得好，比利，你找到了蓝色的。看，艾德找到了一个紫色的，但冰淇淋卡车停在了它上面。干得棒，艾德，现在我们可以把它移动到摩天轮去了。差不多要完成了，伙计们。哦，我们下一个需要绿色的，但我们还没有，让我们继续找。哦，天哪，艾德看起来已经等不及要玩了。对不起，艾德，我们必须先完成我们的工作。干得好，比利，你找到了绿色的平台。谢谢你把黄色那个搬开，查理。看起来艾德还搭了个车。现在我们装好了，工作完成了，现在该好好玩玩了。下次见。嘿，朋友们，这真是美好的一天，对吗？每个人都准备好去上班了吗？太棒了！今天我们会通过沿街植树来让社区看起来更漂亮。这项工作需要团队合作，准备好了吗，朋友们？我们出发吧！干得真棒，艾德，那里是种第一棵树的最佳位置。但我们应该先种哪棵呢？大的那个还是小的？太好了，让我们把这棵大树种下。
干得好，朋友们。现在让我们种第二棵树。现在这个洞里种哪棵树呢？好吧，我们有两棵大树和两棵小树，我们已经种下了一棵大树，让我们在旁边种棵小的。该种另一棵树了。那么我们种小树还是大树呢？好主意，艾德。我们到了种最后一棵树的时候了。干得好，朋友们。不过看那边还有很多空地上没有树，这主意太棒了，我们可以去林场运更多的树过来。我们应该运哪些呢？查理，也许你应该向艾德寻求帮助。不过艾德在哪里呢？他一定就在附近，也许他藏起来了。我还没有看到他或者比利。让我们继续找找看。抓得好，查理。现在找到艾德，然后拿到更多的树木吧。这些看上去太棒了，我们可以把这些新的树木放到查理的车床上去。一，二，三，四，就这样完成了。种树开心，朋友们，回头见。嗨，戴诺，你好吗？戴诺，你今天想学习颜色并用大炮射击吗？太好了，那么让我们开始吧。红色，黄色，绿色。橙色，
紫色。蓝色。干得好，戴诺，现在你有整整一箱的棒棒糖，你今天学到了好多颜色，你想复习一下？红色，黄色，绿色，橙色，紫色，蓝色。再见，我的朋友们。